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蓝色水银谈天说地。这一集的影片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AI 绘图，这次使用的是 Catbird AI。 Catbird 目前可以免费使用，付费版则有每月8美元及每月24美元两种。跟免费版的主要差别是有快速生成、快速放大，同时生成张数较多，可同时生成与放大，生成图片推理步骤较多等。简单的说，免费版是阳春面，付费版是牛肉面的概念，适合用量大且赶时间的人。免费版要放大就只能乖乖等，或是使用软体放大来节省时间。 Catbird 最大缺点是不能以图生图，可使用 C 生图。优点是模式多，可以使用简单的英文，没有每月张数限制。点选图片时会呈现模式、咒语等完整资料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最后的影片是真实的猫。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集见。